骑着摩托车半小时左右，到了我们洛杉矶城县的一个山村小酒吧。每到周末，成千上万的中老年摩托车爱好者聚集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，美国的老年人平时都爱做些什么呢？他们也会像中国的父母一样，帮子女们带孩子吗？美国大妈们跳广场舞吗？ 为什么美国的老大爷、老奶奶，甚至上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，爱骑摩托车呢？进门先来一杯啤酒，解渴。然后大家随着我的镜头到这家露天大酒吧去看一看吧。这些骑着摩托车过来的人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。 都是五十岁以上的美国老大爷、老大妈。美国的老年人退休后，大多数处于有闲有钱的状态，他们是没有也不会承担去照顾或者抚养孙辈的责任的。当然，祖父母不照顾孙辈，并不表示他们之间没有爱。 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。看看这些骑着摩托车过来的，是不是都是大爷大妈们？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还不到四岁，去健身房 step class 做有氧运动，十分钟下来我就累累得喘不上气来。可是看看整个整个周围，全部是五六十岁以上的美国人，他们个个精神抖擞。 一个小时围着那个台阶跳跑上跳下，我当时都惊呆了。据统计，五十五岁以上的美国人每天在运动上花的时间是五个小时以上。我家这位也是，疫情之前基本上每天上午去健身房做有氧运动，下午再回去健身房做器械举重。周围认识的美国人要么天天泡在健身房。 要么所有的业余活动都是户外运动，去山地骑单车啦，远足啦，打高尔夫球啦，打网球啦。美国别的地方，呃，美国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所在的南加州城县大都是这样子的。看看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们，骑着摩托车过来，聚集在这里喝酒聊天 台上有乐队演唱着乡村音乐，台下翩翩起舞的大妈们，是不是有点国内广场舞的感觉呢？和轿车比起来，摩托车更加自由和奔放，彰显着他们无拘无束的天性吧。你看，他们虽然各个个花白胡须，但但他们自己觉得很酷啊，很帅啊。我认识的美国人五六十岁以上的人，基本上都有着摩托车。 我老公和他最好的一个朋友，在我在美国的十几年里，呃，我我看我老公已经换了三辆摩托车了。最开始的是哈雷，然后换了雅马哈的运动型摩托车，然后去年又换了宝马。折腾来折腾去的，他们是乐此不疲。花在那个摩托车配件和改装上，花掉的钱更是不计其数。 不过，我们从来没有在花钱上有过任何争论的。对他的爱好，我都是百分之一百的支持的。我也曾经跟着他骑摩托车去过犹他州、亚利桑那州，还有科罗拉多州。几次行程，我都晒得皮肤红肿，整张脸都晒烂了。在家休养了差不多十几天，脸上的皮肤才恢复正常。 我觉得这种爱好，一般的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的女人，可能大部分人都都不会那么喜欢吧。因为对皮肤损害很大，晒多了皮肤会起很多黑斑。美国女人他们不介意，我们亚洲女人大部分还是介意的了。嗯，那次在科罗拉多州的摩托车之旅，呃，让我至今都记忆深刻。 记得有一天早晨，我们七点钟出门，在一条盘山公路上骑行了五六个小时。那条盘山公路左边是悬崖峭壁、万丈深渊，右边是呃怪石嶙峋、奇山异景。我当时吓坏了，紧紧抓住我老公，一直舒服他往右边靠，往右边骑，吓得我魂飞魄散的。不过，骑摩托车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。 因为美国的西部土地含丰富的铁，呈现红色，独特的岩石极其壮美，很多蜿蜒的小道上只有摩托车才能开进去，可以看到和开车不同的风景。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这十几年里，其实一起经历了很多。我们和朋友一起去过三次欧洲游。 两个人单独也去过三次，呃，留下了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。我们一起在法国的乡村租下一条船和两部单车，呃，沿着瓦拉河畔向法国的乡村航行，沿途停留在每一个童话般的小镇上，然后上岸，踩着单车穿梭在法国的乡村小镇上。 卢瓦河畔的城堡是一座接一座，很多美丽的人文风光和大自然的美丽巧妙的融合在一起，一幅幅风景宜人的乡村美图，至今令人难忘。也一起在瑞士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 hiking，其实回想起来，在一起开心的时候还是大多数了，只是最近。 他退休了，脾气变坏了，哦、呃，变得挑剔了一点。不过最近因为我们吵架，啊、呃，他还是改变了很多的。我们最近各自都反省了一下，哎、呃，希望能朝着一个好的方向改进吧。我是晶晶，谢谢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